什么动物？我们有个特别企划，就是生日惊喜的气球布置。什么布置？就是气球布置。你放马过来怎么办？不会讲话了，怎么办好？放马过来。气球啦，气球布置就是气球布置。我问你，什么气球布置？哦，一个生日会的布置。哈哈，嘿嘿，我反应快耶。等下呢，我们就是会来给 Gaston 碰碰地一个 surprise。这几天我们也联系，做了一些安排。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们一点就出发去他们家。哦，去他们的家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然后现在我们就先准备一些东西，因为我怕等一下太赶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先准备一些东西。OK， 我们就准备好了，你就会有看到惊喜的东西，那就是气球。OK， 等一下见。好，因为呢，碰碰姐呢跟我说，他弟弟有一个这样的造型，要我做类似这样的造型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去找气球的颜色。爸爸，爸爸，你觉得有似冇？有啊，有啊，好似啊！你带我哋嚟去睇。哎，嗱，你睇。哇哦！啊。OK， 好衬啊！个肤白色，个角白色。好啦。拜拜，拜拜，等下见，到了见，拜拜。好，我们现在到 J 的家了，然后现在我就要打给 J， 确定 Gaston 是出去了的。Hello，J 呀、啊，我到了那个 guest house 啊，我想确定 Gaston 是不是出去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去 ，Go Go Go！
有累啊嘛，1000蚊俾佢。明明就喺呢度。我好多珍珠啊！珍珠啊，你咁好，你系珍珠啊？珍珠，几多珍珠啊？你啊？请问一下，可以寿司米这样子 package 多少钱？这样子 package 是1000多块。千多。多 PM 我就知道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手工，来，介绍一下手工。介绍一下，这个是，这个是我的 signature， 这是我招牌。这边它的名字叫 BB Flowtech， 你知道 BB Flowtech 是什么意思吗 ？Big balloon。然后 ？Floating。Floating latex， 对的，就是 big balloon floating latex。我也是有上课的。然后我是全世界第一个人创造这种造型出来的人，有没有厉害？摆个很厉害的样子，拿出口罩出来先。有没有美？有没有美？1000。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讲最适合生日用嘅呢个产品。OK， 来，不如你嚟介绍。请出嚟嘅嘉宾，唔系是屎嘅时间，而家快啲出嚟。OK， 你呢个就系创办人嘅老豆，黄飞鸿。得得得 ，OK， 讲嘢。介绍这个哦，我今天你要介绍你的什么作品呢？ BB Flowtex。 BB Flowtex 是什么来的呢？是一样什么东西？好难沟通啊。是一样什么东西来的呢？是一样气球。气球，气球造型。造型啊，这个很独特的气球造型。那么这个 BB Flowtex 是不是一定要飞的？是。如果不飞不行啊？不行的。到你講話，我都講完咗。你頭先唔係好識嚟講嘢嘅咩？而家又唔知你講咩，我都唔知你點樣答。你未介紹完嘛？你未介紹，我邊度可以講過一句？係啦，我講啦。嘿，呢個就係 BB Flowtex 啊。所以咧，呢個可以用喺邊個地方咧？最適合。生日快樂！仲有好多場合㗎嘛？係啊，結婚啦，生日啦，地點換月啦。我们真的很实用啊！呢个 BB Flowtex， 所以呢个系边个嘅 signature 啊？边个嘅 signature？ 啊？诶，我叫 Kelly Sashimi。我谂啲纸你系得咗啊嘛？讲出嚟，因为你咁红咗嘛。所以咧，你要做咩造型都得，你要做猪仔啊，你要做 BB 熊啊，你要做 unicorn 啊，乜嘢都得，而且你好大只。即系好多元化嘅呢个。好实净啊！嗯。睇下手工，好实净，衫裤有钮噶你啲喎，除衫又得，着衫又得。哇 ！BB Flowtex， 想你看我们这次那个造型，是改成新的那个魔王造型，那超厉害的，他竟然做得出来哎！然后我还有教他。给这个刘涵也一个啊，对对，还是做一个狗给他，厉害哦！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 follow 你的 YouTube 是吗？也是有在做、对，我的 YouTube 影片，对对，可以去看，大家可以去看。哇，拍照是吗？啊，拍照啊！好，来来来来来。我们已经布置完了。哎呦，我布置完了，公公，我们已经布置完了，布置完了，布置完了，我们已经布置完了。啊，布置完了，我们要来做一个结尾，结尾。系一个完结 ending， 他这个啦，完结 ，OK， 系咪完结？其实只系为咗讲讲，我唔知啊。今天我们为 Gaston 布置的惊喜气球已经好了。
那我们就等 Gaston 回来，对吗？对，期待。好，很紧张。像我们，你很紧张啊？安排这些东西都是很紧张的。哦。兴奋。兴奋。爸爸，你觉得今天的布置怎样？很满意。我很满意。爸爸，尤其是这个公仔。这个就是我的 signature 招牌 beautiful text， 什么造型都可以做出来，你想到的我就做到。你为今天的布置打多少分？100分，你给多少分？当然是100了，还有多少分？当然是102了。哦，没有得了，100罢了。100罢了？打不到咩？OK， 如果大家想要做气球布置的话呢，生日派对、结婚、求婚、满月，什么 occasion 开张？恭喜新来的客户开张大吉，财源滚滚，生意兴隆。我们都有做。如果大家想要看接下来的惊喜会是怎么样的呢，就请守住碰碰的 YouTube， 我会放下链接在以下，你们大家要记得去看哦。我们拍的是幕后花絮。还有大家记得 follow 我的 Facebook、Instagram， 是 Kelly 小学妹哦。哒，拜拜拜。哎，跌倒没有哦？没有。不够高啊？高跳起来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气球影片的话，那么就请记得订阅，按起小铃铛，噔噔噔噔噔，别忘记按赞和分享哦。